不是最近又才跟他有在时光上面讲，他讲什么？跟他什么男友又分手了？不是又复合了？他今天又复合了，一起出去玩。哦，今天出去玩，所以又复合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爆料。上个礼拜吧，他应该都会，他应该没差吧？复合一段时间的。哦，复合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跟到他退了之后，我不知道又复合了。